狗为什么跑得这么快？狗狗之所以跑得快，主要是因为它是指行动物。狗和其他的狮、虎、豹等大型食肉动物一样，都是利用脚趾肚着地。虽然不稳定，但由于着力点比较靠前，因此能让更多的关节和肌肉参与到奔跑中来，这使得它们的瞬间爆发力更强。就像是我们人类在高度奔跑的过程中，也会出现前脚掌着地的情况。再加上狗狗在奔跑中还是四条腿轮流替换，因此它的稳定性也是不差的。